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黑乎乎的泥鳅，你们敢吃吗？就这个，它是炸过的，酥酥脆脆的，看到没有？它是去过内脏的，好像中间有开一刀。好像小鱼仔哦，很香哎，骨头很多。我好像以前有吃过，但是又好像没吃过。哎，骨头好多呀，要咋吃啊？我都不敢直接吞。哇，都是油啊。我知道了，不能像我刚刚那样子吃，一般会被卡住。可是它又小，姐妹们，你们吃这玩意儿怎么吃啊？是直接啃吗？好容易卡到喉咙啊！不过香还是很香的，来个最大的。吃这个东西好危险，美食有风险。好，嘴巴很渣，没有那种胆量吞下去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真的好香啊。但是也不敢经常这样吃。它骨头又小又细又密，还密密麻麻的。中间这个，姐妹们，它到底是鱼还是啥呀？它属于海鲜类吗？为什么它会有骨头呢？和鱼骨头一模一样，上期告诉我一下啊，么么哒。